文秀，其实在你失忆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就明白了，在你最深刻的记忆里几乎全是炎夏。而我跟 DI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。尽管我那么希望你把所有的都能忘记，永远的失忆，但因为他，你还是想起了一切。对不起，林珊。文笑，我非常羡慕炎夏，也妒忌他，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太执着于感情，迷失了方向，强取豪夺，犯了不该犯的错。相比炎夏的体谅和付出，他更值得拥有你。我说的心服口服。从今天开始，忘记我们的婚约。我不再是你的未婚妻。为了弥补我犯的错，放手去爱吧。谢谢你，林珊。我应该谢谢你，解除了我身上的魔咒。今天是你陪我最长的时间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慕灵山对你的感情，在此刻画上句号。我们就在这道别吧。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随遇而安啊。真的打算放弃设计这条路？选择这条路是因为你，因为你我才会坚持信念走下去。重拾设计的话，我怕我会想起你。为了崭新的开始，选择放弃就是最好的方式。再见了，林珊。努力向前，别让过去牵绊你的脚步。穆林山，加油。林山，相信你到达终点时会遇到那个守护你的人。怎么样？怎么是你啊？把这份合约签了。只要我的钱包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这合同我立马就签。是这个吧？可以签约了吧？签就签，谁怕谁啊？如果通过实习，将成为 DI 正式员工。合同生效后5年内，必须以 DI 集团为重心，禁止转让转载一切设计，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这就改好了。你自己看看，你们缝的这个线像话吗？跟狗啃的似的，
早知道你们手艺这样的话，我还不如不改了呢。那个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如果您不满意，我们可以重改。不用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自己去改衣服？因为我想对得起我身上这件衣服，我想真正的融入这里，成为消逝光年的一份子，而不想只是一个只会白吃白喝的寄生虫。眼下我不在乎客人给我的羞辱，但我想保留我最后的尊严。曾经那么意气风发的丁文潇，在这一刻显得这样的卑微。眼下你难辞其咎。丁总，他终究不属于这里，更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。我不应该这么自私地把他留在这里，他应该回到属于他的世界。这场经历就像一场梦，梦里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记忆，虽然万般不舍，但终究会醒来，会回到现实。眼下就让时间冲淡这一切吧。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做梦？疼！让我紧紧抱着你。